那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汽车社会了，现在普遍的年轻人考车成了必修课，这几年考车也成了一种潮流，然后这个驾校也是遍地开花，然后考场的话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好，今天的话路过大学路与雍容路这边，发现一个新建的机动车考场，真的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因为以后整个西昌塘区还有沙井这个片区啊，以后考试的话都不用三省学院跑去武鸣啊四塘还有孔庙那边那么远了，以后在附近的话都可以轻松的来考试了。这两年南宁的考场的话也突然多了好几间啊，包括武鸣那边还有雍宁那边都是这两年才建起来的，以前的话就是四塘那边啊人很多，去考试的时候毕业的时候人都非常的多，要排队好久啊。但现在考场多了以后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因为现在是汽车社会啊，每个人几乎都要学车的。那平时西洋塘片区还有沙井片区去四塘武庙或者武鸣那边考试的话距离都是几十公里以上啊，然后在驾校搭车的话一般都要100多，自己打的的话可能不止。如果以后这个考场建好之后呢，以后这些路费的话就免了。而且这个考场的话都是全新的，还有考试的话也全新的，考试体验的话应该更好。而且现在考场多的话可能会形成这个竞争，以后这个收费会降低一点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现在适应场地的话是450兜一圈，如果加练一个钟的话是400，兜一圈的话是100。刚才的话就是说科目二科目三的话适应场地是250，看车内的话都是全新的，那薄膜都还没有撕，都是全新的雪铁龙。那每个考场的布置的话都是大同小异的，比如说雍大那边的话倒车入库的话是先右后左，像这个四塘那边的话就是先左后右，然后像雍大那边也就是雍宁那边的话直角转弯的话是左直角转弯，武鸣那边的话就是右直角转弯。然后考车的话与训练场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手刹还有这个离合啊方向盘呢可能有一点点区别吧，就是要适应一下就可以了。就方向盘的话有些会紧一点有些会松一点，然后离合的话有些会放多一点才有离合，有些放一点点就有离合了，所以适应场地的话也是很关键的。这个考场科目三的话应该在雍容路啊，前面的大学路的话车太多了，不过雍容路以后通了可能车的话应该也是蛮多的。那最后希望这个考场早日建起来吧，以后这边考试的话就方便多了。